前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琼俊戏迷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亲爱的朋友们，今晚啊，咱们海南的戏曲名家们将共同唱响琼俊的合韵之美，并为各位送上虎虎生威、吉祥安康的新春祝福。没错，我们希望幸福的生活中，广大的戏迷朋友们能琼俊万事中，虎虎向前冲，新春你最红。在新的一年里，祝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事业如虎添翼，生活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顺意。新的一年祝大家虎年新春花福风，全年好运握手中。在这里给全省的戏迷朋友们拜年啦！这里是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指导，海南省琼剧基金会、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海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办，海南文旅频道、海南省琼剧院、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海南省琼剧研究传播中心承办的2022年海南省琼剧春节联欢晚会。是的，从2017年开始啊，海南省琼剧春节联欢晚会已经陪伴着各位走过了5个年头。我想啊，这也成为了咱们海南全省的老百姓在新春佳节之际，在举家团圆之时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每年咱们的琼剧春晚呢，都会给各位呈现不同的主题，但唯一不变的是琼韵纯，戏味足，年味浓。说到这儿啊，我已经特别期待今年的琼剧春晚又会有哪些亮点呢？没错，无论您想看谁唱戏，想听什么戏，今天的琼剧春晚都能满足您。让我们一起感受琼剧的艺术魅力。琼剧经典红叶题诗经过戏剧大师田汉先生的修改润色，铸就了我们琼剧300年历史的一座不朽丰碑。那么今天首先让我们来聆听红叶题诗选段《游湖》，来开启我们今天琼剧之美的艺术旅程。千里风外江江天内，
往下再一根满年难落，大多失望就灭，管人就就无裂。喂，快滚！大家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哼，这的电话当转，本国际。哦，第二股票有敌人的攻击，电话当转，本东话，本攻击。姑娘，姑娘。哦，路的名无独戏，叫戏叫独戏。不嫁不嫁。杜洪，断断对火。对。这来你外有金湖啊。世上为血小寒，暖风吹梦到两岸，为桥流尽酸之海，血海人才一一难，这就去了，你从哪里飘来改？你你你弄了不带了，对的，说是鬼雕射手，血流已不盘，难得难得大。
琼剧是海南根植厚重的文化基因，更是血脉相连的精神家园，而这项艺术的传承是琼剧发展千淘万漉中永远不变的主题。没错，海南开展琼剧进校园活动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优秀传统戏曲的梨园花蕊。我还记得去年中小学生琼剧演唱比赛当中，当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唱响这古老的唱腔，现场的观众无不折服而动容。我还清晰地记得小学生组冠军是孔令坤、林朗如，中学组的冠军他叫黄迅，三个人还获得了全国戏剧小梅花奖。没错，说到小学生组的冠军孔令坤啊，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娃，但是呢，他却爱上了咱们海南的琼剧，他丝丝入扣的表演让人拍案叫绝。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琼剧经典的片段连秀。
感谢孩子们的精彩表演。都说啊，在万千芳菲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必定是第一支报春的红梅。那么露露，作为喜爱戏曲的新时代海南人，你应该要知道，在咱们琼剧发展的历史当中啊，第一位获得中国戏曲梅花奖的老师是谁呢？这个你当然难不倒我了，就是我们绝代芳华的海南琼花陈素贞老师。他以45年的坚守和传承，成就着中国戏曲梅花奖的荣耀。我之所以这么清楚啊，就是因为我也是他的戏迷。嗨，还是真戏迷真本丝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欣赏陈素贞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和亲风云选段《心心相印》。
着美妙的琼剧，走过牛年的欢唱，迎来了虎年的时光。今天在我们的琼剧春晚的舞台上，我们要把新年的祝福带到您的身旁。没错，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虎年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在生活中虎虎生威，在事业上如虎添翼。如果您对我们的祝福依然意犹未尽的话，那么接下来赶紧听听我们海南器乐是如何滑稽幽默、欢乐逗趣的。
咱们海南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外呢，还是一片红色的热土，镌刻着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神话。忆往昔峥嵘岁月，但是红色的忠诚与信仰山海永驻。就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的琼剧界也掀起了红色剧目创编创排的热潮，并且涌现出了一系列有口皆碑的经典佳作。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请欣赏椰仔枪声，并共同见证第一面国旗诞生的历史时刻，一同走进那段温暖的记忆。难以
愿无伊龙顶顶回来吃，顶回来吃点温柔的面无色。海南江北经热气，将天气对延绵五车安吉。啊！宋江嘻嘻，我们这里还有反击热气，都东国共的那个领导诶，建设起严正的热气，这种用设计的长袖，创造美好的将来，用设计的热度诶，捍卫设计的国家。啊！为家到来，我有更有角色。刘安吉，莫在家境，永笑红白。
真的是别出心裁，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古老艺术的豪迈出征和创新表达。当我们琼剧第一次走进首都北京，田汉先生为琼剧赋诗一首，
叫方言土语生珠玉，古调新声入剪裁，老辈耕耘新辈记，海南应有百花开。说得真好，老辈耕耘新辈记。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聆听了梨园少年们的精彩演绎，他们可以说是咱们海南琼剧未来的希望。那么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海南出类拔萃的青年演员代表，他们可谓是咱们海南琼剧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接下来我们有请海口市琼剧团吴旭勇、阮丹青、余秋蕊、刘伟伟为我们带来琼剧梁祝选段《十八相送》。Oh!
名家荟萃，各显身手，海岛贺岁，春满梨园呢。其实啊，在咱们今年的琼剧春晚舞台上还有一个新亮点。没错，就是我们这次举办的我的琼剧春晚我来唱，这次活动也迎来了众多本土歌手倾情献唱，琼剧戏迷云端助唱，以及我们可爱的琼剧娃娃唱响琼韵。同时在2021年我们举办的我爱琼剧擂台赛当中的冠军岑梅平也特意向我们发来了驻唱视频，表达他对琼剧的热爱。小南边河道歌，我就想你我爱把金边怪回完，我就是我心家对点，我爱好的演算是一级点。真的可以说是海南琼剧全民连麦的有趣佳话，而且我们看得出这项欢乐互动特别的受欢迎。是的，本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海南省琼剧春晚的一次创新和挑战，同时对于各位戏迷朋友来说，这也是良好的自我展示的平台。那么接下来即将上场的几位嘉宾，他们啊就是通过我的琼剧春晚我来唱遴选出来的几位戏迷朋友们，跟大家卖个关子啊，他们一出场必定惊艳四座。那咱们赶紧请他们出场吧。
春节快乐，谢谢。您看啊，咱们四位国际友人唱的琼剧真的是有板有眼，也说明咱们琼剧真的是深入人心啊。没错，其实300多年以来，咱们海南的琼剧也一直在不断的吸取其他戏曲的表演艺术精华。你看咱们海南的琼剧泰斗郑长河先生下南洋表演时，就曾向京剧、闽剧、粤剧的同行好友学习。海南的梅花奖得主福传杰也曾拜周信芳大师的关门弟子周公瑾先生为师，来提升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近年来，海南省琼剧院以送出去的方式陆续选送20多名青年演职人员到中国戏曲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四川川剧院等国内院校进行培训深造。他们学成归来，已经成为了演出团业务科室的骨干。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昆剧的幽兰清香和京剧的神韵悠长。Thank you.
防卫接下恩见。孟郎他那得了命喽，命喽根，命大个喽根，身为不是马个那刚来命。这位夫人，那都有美的愿望，那都感觉起来了。我们那因寡妇老六个将军官后大义不内鬼，你要故意逼我回家，哎呀，到大路子下乱能回民府。万乱对这放落街道，每话半夜的那那那对些景无解，得话名字打落景的路，那就起来那回路。娘要这只这那个那娘那那那那姑。为天哪哪，我的路途老那落落街，家归小妹莫家渐渐大大的落街。救路，哎，小夫人，救路。
喂，虎姐啦！哎呀，呀，我路子就莫休假。哎呀，虎姐来，虎姐啦，休假。虎姐来，哎呀，虎姐啦，呀，我路子。哎呀，虎姐来，哎呀，虎姐啦，我休假，奶奶我。大南瓜，大南相信每年的琼剧春晚啊，各位最希望看到的应该是梅花并蒂，携手双双，琼剧绽放于这方舞台之上。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福川杰、林川妹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部现代琼剧当中的经典之作《红旗不倒》，它以极具艺术魅力的英雄气、儿女情、家国事、民族心，描绘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红色历史画卷，并且在去年的七月，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登台亮相的时候，赢得了现场观众朋友们雷鸣般的掌声。话不多说，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唱。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家的弟弟哥哥将路为挂念，家过来飘又归海那黄浪，家店装龙堂好路高阳岗，就到阳岗待把酒独享啊该海景，提高了娘，提高了娘啊，我隐隐哦哟，原来人只该笑本地海水泪人荒啊，一干瓜并家相含烈高气凉，含笑风顶每夜每暖，每夜每暖我打落天天就会见一想当真没。
吉吉，就伫红军吉吉，龙水金吉哩吉吉，共水爱争先吉吉。孔日虎，孔日虎啊！若是争先，就该断乱红军无多。为个咪要断龙水金吉哩吉吉？龙水温上了，记录个精明力量，转乎龙水金吉哩吉吉，定力那有何将？抓水爱争先吉吉。对不对？只要拍怪听，送件怪结束爱政府。无，大陆农水真惊好贵，拍好后，满山里，今日需要水爱振兴，让稳定的农民会艰难。让我们回首了琼崖革命的峥嵘岁月，也彰显出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是往昔的回响，更是时代的咏唱。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时代中国朝气蓬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唱响为本次琼剧春晚创作的戏歌《启航新百年征程》。
融化几十载，彩绣舞动新春来。今天戏为古乐为魂，勾勒出无尽的欢乐与精彩。今天穷聚星海之南，让我们感受古老艺术的唯美与浪漫，传递出激励人心的春天的礼赞。奋进自贸港，启航新征程。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在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在这里，我们要把掌声送给穷聚艺术的开拓者、传承者、热爱者和坚守者，并且祝福大家虎年新春快乐。亲爱的朋友们，2022年海南省穷聚春节联欢晚会到这就圆满的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朋友们，明年再见，再见。